请问去天坛公园怎么走？坐地铁1号线比较快。要换车吗？在前门换331路公共汽车。请问去天坛公园怎么走？坐地铁1号线比较快。要换车吗？在前门换331路公共汽车。请问去天坛公园怎么走？坐地铁1号线比较快。要换车吗？在前门换331路公共汽车。